好，那进攻的东西不要忘记。好 ，OK。影响他声道。同学啦，来比赛。喂喂喂喂！球让杨将可以做，然后看一下人，然后再投。想一下上礼拜怎么球的，然后我们这礼拜要怎么样继续斗赢他。好 ，OK， 没事。喂喂喂喂！就是希望球员能够更专注吧，然后能够有点气势。最起先学是从韩国那边学来的，大家如果仔细看，现在连韩国的不管是职业队甚至国家队，他们都还有保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用这种气势这种喊话让自己的球队整个团队的精神是来得更好。所以当时这个东西我也是从韩国学过来的啦，然后那其实那四个字孟学喊得还不错。就算是一个仪式吧，对不对？对啊，应该是我进来第四年的时候喊。对，就胖哥跟围城交流喊啊，然后喊，他突然间就叫我喊，嗯，对吧？然后就一直喊了，就喊到现在。嗯，我觉得是让大家都要开口了，开口讲话这样，其实就是一个回应，就像你在球场上这样，给你一个回应，你要给我一个回应。迪迪接往篮底下交，哎呦好好，哇，这个佩人从哪边跳出来的？对。臂展跟活动力是相当的惊人，外围新特利的三分球，在第一节个人已经贡献了12分，克拉成功的防守挡下了第一波，后面佩登来到卡斯利的第一个 field goal 是一个双手扣篮，白色布网大打小，最后这球还被他打进啊，前面走对了路线，曾祥军双手暴扣啊，怒帅高冷。勇士的进攻算是相当的顺畅。First game, there was a lot of good things to take away from it. It honestly just felt good to be out there with the guys after practicing. I've only been here for a week, so just to see what we got, it was a lot of good things to take away. Obviously, we didn't get the results we wanted, but it's basketball, you know. I know one thing we're going to do. We're going to go and we're going to work hard this practice week. Just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 little bit more, and get to know each other's games and gel a little bit more. That's what I'm looking forward to.底下佩登的卡位球啊，最后拿到了这个分数。对，曾祥军，哇，失误太多了。光勇士在第四节的连续失误，真的是也让整个工程师一个状况打得越来越好了。新竹工程师克服了半场19分的落后，击败了来访的台北富邦勇士啊，终止了2连败。抬头，
应该得外国。没有人想要面对这样的比赛，可是我们要知道怎么输的。我们最多领先到26分，在上半场，最后25分。上半场打得很好，下半场。Look at the second half. 上半场一条虫，下半场一条虫。我们现在已经很多场都是碰到这样的情况。We already have to know this kind of situation happens. 本土球员是要站起来。他站出来。Locals gotta step back. 啊，上来 ，Go， 回去了。Go， let's go， let's go。下礼拜开始主场，连续的主场。Next we will start our home game. 魏晨是队长嘛，所以一开始是文晨，以前是练球开始有一个，然后结束有一个，然后喊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文晨每次喊结束的时候，他都喊成开始的那个，就他文晨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不会结束的那个东西，结束的那个版本。那个孟学是两个都会的，所以后来结尾的那个就变成是都是孟学。我觉得文晨很非常知道我要的是什么啦，就是包含训练的，包含。他也应该知道说我们喊的这个口号的内容跟含义是什么，就是气势啊，然后团队啊，就这样子。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因为人家喊我就跟着喊。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节奏是怎样，所以我不想。对，我不知道。完了，徐哥跟我说你知道。我不知道，我只要黑手黑手黑而已。那个黑手黑的有人也知道。说黑说黑，对，就是很久以前，很久以前那个边跑步边喊的，说黑说黑说黑啊，高中的时候，然后他喊的那种长的一短那些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两长五短还六短吧。哎只要收得很利落，所以孟学那个是要断得很干净。其实文晨到孟学差有快要七岁左右，孟学现在30左右了嘛，应该要差不多以间隔来说，应该要再一个年轻的。这次变成小头在喊这样，为什么？对啊，不知道为什么。教练说的。我会叫他喊一次给我听。你觉得他目前喊到现在觉得如何？你喊了至少应该10次了。有啊，越喊越好，越喊越好。可以啊，希望能够学长教给学弟。那以前是小胖嘛，小胖在带，然后孟学在带，然后现在是小博在带。不过这是一个传统啊，希望他们能够延续下去。好，那么明天开始连续的主场。我们自己的气势跟胆识一定要先拿出来，因为我们在客场的成绩的确非常挣扎，那回到主场必须要把成绩再拉起来，那要靠各位的气势还有胆识。我们自己气势不出来，胆识拿不出来，全场观众也不会支持我。今天回到了勇士的主场，勇士在外面包含跨国打东超在内已经一个半月没有回到主场的比赛了，这场比赛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反转排名的契机。其实在客场一个半月的战绩没有到很好，回到主场的压力会有点更大的，你必须要在主场保护好这几场比赛才有机会把战绩往上去提升。转换攻击，再做一个额外转移，来到左边底角，周慧宇也命中三分球，打不到4分钟就被富邦攻下了12分了。曾祥军也溢出外线，回来出场大家就觉得很舒服，因为是周围的观众都是帮我们加油。双方来到10分差距，曾祥军在第二排闪过了大饼，拱地板，丰原阿贝的打法，第三板，志杰，硬砍三分球，空心破网。林志杰再硬拔一个三分，野兽 on fire。周慧宇砍进了
三分球，他今天就是上来投外线的。教练在这礼拜就一直跟我说要去看信宽打球嘛，然后去多学他怎么打球，也让我思考很久吧，就是让我感觉到我是可以被允许出手，然后就算没进或者怎么样，就是在练。但是目标就是你要先敢看框，然后敢出手，才能造成对方的威胁。快攻来了，林志坚跳在空中，四十一岁的杰哥油箱里还有满满的油啊！对，在外线出手都没有这个非常轻易的出手空间，三下就飞进来，双手暴扣。我今年没有球鞋，你会？不会啊，我觉得对啊，就还是有机会，还是会灌的，对吧、啊？哪里中？詹翔军今天有被狙击进出门了。篮底下有两位强人坐镇，所以强打并不成功。金特利加入法力 ，all the way coast to coast。阿锦两道掩护过后，来到简浩的手上，单节第三颗的三分球。马布尔。禁区没有空间，用脚步跳在空中，这是一个 and one。前面打的算是希望在我们自己的节奏里面，得到第四节还是碰到一样的状况，就是跟前面几场比较起来，我们失误的控制是还可以，可是，在命中率下滑，结果我们反倒不会打第四节，所以今天在轮替上面就让志杰跟文成就有经验比较好的球员在第四节必须要站上。勇士队又在第四节出现进攻死档的状况，这一节只攻下十三分而已，前三节都可能。还可以，就是一直保持，然后到第四节就可能专注度就有点下降。练球的时候就要去，可能练到后半段的时候就要更专注的在练球上面，然后就是也不要就是松懈的。志杰走了一个大半场，陈翔军在空中对抗的时候抛进两分，掉给大 B， 篮底下 and one， 关键的计算加罚三分打。对这一波防守对凤小家来说非常关键，赌博性的超球，但是还原相当快速，大臂扑在地板上，裁判响哨了。哇，但辛特利的脚，这场比赛打到了最后的节骨眼，辛特利感觉非常的痛苦，没有办法站起来。而且第四节我们刚刚有提到，团队又是陷入了进攻宕机啊，他一个人的八分也是非常的及时，能够让这个领先的优势是维持住哦。第一个开会前啊。大家应该有看到麦克今天没有来，啊，早上，demo 带他去看医生嘛，然后带新闻稿就出来了，他现在已经直接上石膏了，哦，上石膏有一点骨裂骨折，然后预计起码要修到六周的时间，然后希望更多的球员能够站出来，哦，你上去不管在场上场下，你场下，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啊，有一句成语叫沉默是金，可是篮球场上这件事情不成立。篮球场上没有沉默的，哦，不管人家打你，你要打回去，或者说你在场上你要沟通，你不要坐着在那边好像沉默是金，你坐在那边你沉默会有金，我才不相信。你在篮球场上，你在场上，大家都对小博有很大的期望，然后再来就是小博都不讲话。我今年比较特别，我就选不是他就是凯杰了，这两个人在球队就是不讲话的这两个，我可以叫郭宇带，郭宇一定可以带得很好，而郭宇本来在球队就是会讲话的人。然后文成要带也没问题，因为文成本来就是愿意讲话的人。蔡文成的偏攻，这属于他的节奏。因为麦克受伤了，就变成说自己的责任比较重吧。然后就像麦克一样，想办法帮助球队，帮助年轻的，然后想办法让球队赢。基于他们的场均，林志杰一发一个三分球，杰哥要跳出来扛了。哇，对。节奏变换，再一把三分，林志杰 for three。对我们来讲，其实真的是很难过，也蛮伤，就是球队。可是今天每一个人上了球场都非常的努力，然后也为就是麦今天受伤不在，然后把这场的胜利就是送给他。希望我们可以在没有麦的阶段性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打得像今天很多的
不管上场的年轻或是老将或是外援，我觉得上来他们每个都是很努力很积极，然后想要把这场胜利一下打得越来越好，更多提升自己，更多的人帮助球队。哇，前场有一个爆扣的机会，强森想要射他，球还是被他放进去，而且要到犯规，地板给球，强森要打林振，具有身材的优势，裁判享受再来一个 and one。林志杰在最后四秒钟也送，弹进了招牌的三分球。林志杰说：“我没事啊。”连续两天的双位数得分，对于勇士来说都非常重要，也帮助勇士队在三节打完之后取得74-63的11分优势。文成比了一个假动作，哇，这是一个马戏团般的海底捞月。像今天的下半场防守做得很好，然后顺势带动我们进攻，三打两个绕过来框，南洋小跑车今天撞涡轮啊！陈范，外线投了，陈范带一步在中距离急停，个人连得五分。五秒钟 ，Wide Open 的机会，陈范果然单捡了第八分了。有信心吧？我觉得这信心是来自平常自己自主去加强自己的投篮，然后一些不足的地方。我们下面还有人练吗？没有，没有。但等一下可能要彩排。好。陈范博彦在三分线，砍了，单捡第三分的三分球。抽抢篮板球，陈范博彦，哇！今天连上帝都站在他这一边了。哇！陈范博彦单节第四颗的三分球，也帮助勇士队站稳了阵脚，即将要迈向他们的主场二连胜，同时也是今年赛季要面对领航员的首胜。对，单节个人就14分的进账哈。要选出今天的 gamble， 第一个。第一个不是小博，第一个是文成。大家看一下文成的数据，11分12篮板6助攻。那这个 T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我觉得只有一个我就很高兴了。好，所以 double double 再加六助攻，今天 gamble。辛苦啊！辛苦吗？我是专门为了这时候啊。今天要给小博，因为小博上场14分钟，得14分，正分。全队第二高 ，OK。加油！哦，很深哦。哦，很近很近，差不多两个月。嗯，感觉如何？感觉哦，对啊，就从一开始不习惯，到慢慢后面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就是变成你每天练球，就是这是必要的一个过程，对啊。有没有发现什么时候大家喊的最大声？什么时候喊是最大声啊？放假吧。